好喜欢睡在纸箱里，看他睡成这副德行，非常怡然自得。阿舅，阿舅舅哎，怎么叫都不理我了，也睡得太熟了。阿舅哎，猫咪真的很爱很爱纸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猫咪、爱多肉的梁，看肉肉啦！最近小鸟又开始捣蛋了，你看看，这边又给我啄成这样，这里也有。这是我扦插的玩意，鸡秋粒、啊。可恶的小鸟啊！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手上这一盆漂亮的蓝色苍鹭。你们仔细看它的叶形哦。我去查了，它的亲本就是纸鸢之舞，还有老乐。也就是蓝石莲的胶种哦，它真的是两个亲本的特征都有，给你们看哦哈。先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这个是我的蓝石莲，它的叶层这样层层叠叠的，超好看的。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个蓝色苍鹭，它就是这样。颜色都是淡淡的粉蓝色，超美的。那这是我已经控养了大概半年了，那这个还没有，所以还没有很漂亮。但是目前这个株型已经超美的。然后蓝石莲它的叶片、叶缘都是这样子，直接是平的。然后它的另外一个亲本就是这个纸鸢之舞。也有人说它就是 Savina， 你看看它的叶片卷卷的，你看这个蓝色苍鹭，它就是卷叶，卷叶的部分就是像这个纸鸢之舞，也就是 Savina。 我买了两颗蓝色苍鹭。那蓝色苍鹭呢，在网络社团也是销售蛮快的，我上次动作太慢了，没有抢到。然后我跟老板说，我好喜欢蓝色苍鹭哦，年初买的，度夏的时候挂掉了，好想要买哦，可是就是手不够快。然后我就叫老板帮我拿两颗，结果哈哈，这次就拿到了。老板当然不可能就进两颗，可是他就说。买来一摆出来马上就被抢走了，还好我有跟他订，他有留给我两颗，超好看的啦。像这个蓝石莲呢，这个老乐大概就是这样小小的，可以把它养漂亮，就是叶层养多一点，养薄一点。那这个蓝色苍鹭呢，它比较像这个 Savina， 它会比较大朵，大到20公分左右吧，我也不清楚哎，因为我之前养这个纸鸢之舞 Savina， 老是养不好，不是长得超级小，就是反正就是长不大了，希望这颗可以长好啊。那这个呢，这个蓝色苍鹭呢，它的两个亲本是这样，那它比较像这个，它比较像那个 Savina， 所以它的株型呢会比这个蓝石莲还大，但目前呢是长得小小的，我希望把它控成比较精致比较大一点，那就给它换土托盆咯。我觉得超好看的，
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蓝色苍鹭这个品种，这颗比较好看。这颗呢，你看它旧的这个叶片就没有卷叶，但是新长出来的就不错。反正它消耗完了就会变漂亮了。来帮它们换土吧，来帮这个蓝色苍鹭拖一下盆。你看这下面都没有根，所以它这个应该也是换盆种没有多久，根都长不好。有开始在长，但是还没有长得很好。好了，下去消毒。另一颗，这一颗应该好像也差不多。但是这一颗的那个茎杆比较粗，这小老桩。好了，这颗也好了，下去消毒。再来就是这颗紫圆之舞，它的水比较干，这一颗应该也是很久了，根系都长到盆底了，可是它的土比较湿。这个 Savina。它也是小老桩，茎杆都木质化了。先也是让它下去消毒。把这个 Savina 种在这里，我根把它修成这样短短的，然后这个土大概都是 60% 左右的颗粒配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另外这个呢，就把这两颗直接种在这上面。那因为它会长大嘛，我就想说这样子种在这里面刚好。是苍鹭，好了，那就种好了。铺面就用这个绿肺石，
在阳光下闪闪动人，好美哦。好了，这样子就种好了。这个 Savina， 然后这个是蓝色苍鹭。好好看哦，希望它们可以覆盆，然后长得好好看。这种天气如果它覆盆覆得快，出状态也是很美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